大家好，2020年12月18日第一部视频。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信任，信任的重要性和失去信任寸步难行。美国继财政部发现被黑客入侵，偷看了很多这个美国财政政策，还有其他相关的金融政策，或者是美国的账本啊，这个美国还没查出来是谁偷看的，但是肯定也有他怀疑的目标，新闻里面也有影射，就是基本上高度怀疑不是中国就是俄罗斯干的，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这种技术能力，而且这个黑客的偷窥行为一看目标非常明确，所看的内容又是涉及国家的这种财政，他的入侵行为也不是一般的小黑客所能做到的，更像是一种有组织的政府行为。这个事儿还没调查清楚，这才刚刚两天，又发现又有黑客跑到美国核武库关键部门又去看了看。这个核武库它的这个影响一点不小于这个财政部金融系统。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能源部和维护美国核武器储备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有证据表明黑客侵入了他们的网络，这是一个广泛间谍行动的一部分，至少影响了6-7个联邦机构，这个影响面也很大，也很广，更是影响深远。核武嘛，国家重器，美国的这个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也是每一个国家很重要的有核国家的安全保障，这儿又让人给看了，那这个事情肯定也得好好查查。那我们也自然而然不用美国新闻报道，也不用美国政府官员来说，基本上我们自己也会想，谁和美国这个过意不去啊？像一般黑客更不会去偷看核武库，这个又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又没有什么直接收益，那无非就是和美国现在相对敌对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呗。那现在美国正在调查这两个事情，是偷窥的事情。再来谈一谈这个美国能源部迅速签署对中国电力系统的进口禁令。美国能源部部长周四签署命令，禁止为重要的国防设施供电的电力公司从中国进口某些电力系统设备，以保护美国安全，免受网络和其他攻击。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就有过一次对一些变电设备，来自中国进口的变电设备，进行扣押和这个拆解，检测，以防对美国骨干电网形成这种攻击。他怀疑什么呢？怀疑设备呢，就是里面有一些隐藏的部件能够接收一些控制信号，在适当的时候对美国电网进行攻击，比方说它自动跳闸、熔断啊，这个或者是电压不稳，造成美国电网的这种波动甚至大瘫痪，他怀疑有这种事情。这个呢，后来说是设备也没有查出什么来，但是呢，现在能源部又直接签了命令，那是不是查出来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一些虽然没查出来，但是有一些 bug 或者是有一些设备不让人放心的地方，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个目标就很明确了，那就是中国的电力系统进口设备不能用。这个呢，有点超出净网行动的范畴，它属于电力用的设备，
有点像这个净网行动之中的这个网络附属设备，有点像，算是擦边吧。反正你就不在净网设备之中，它也是对这个设备有一种不信任、不安全的一种感觉。那我们说到净网行动，再说一个最新的，最近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实在太多，有的时候就是好几个新闻具有关联性或者是某种逻辑性，一起报一报，而且这样几个事件串起来，可能更让我们能看清一些背后的问题。这个新闻是什么呢？是太平洋岛国要建海底电缆，这个美国提醒要防范中企的安全风险。太平洋好多岛国呢，他们通信这个用电缆呢，比用卫星呢，这个效率更高，速度更快，也相对来说这个稳定性更强。毕竟硬件连接比这个受卫星这个和卫星之间连接，可能受这个天气啊，受这个传输量更受这种影响更小。电缆这个直接硬件过去，哗，这个信号就过去了，这个要快得多。那参加招标的有三家公司，有阿尔卡特，还有中国的叫华为海洋，还有一家公司是日本的 NEC。其中呢，这个华为海洋呢，现在呢也不知道更没更名，反正它原来是华为海洋，是华为专做海底通信这一块业务的一个公司。它后来呢，把它转让给了这个大部分股份，80%股份转让给了江苏叫什么呀？江苏亨通光电。这个呢，我估计应该就是为了避免受到美国的制裁，受到美国和全球这种叫不信任啊，对他不信任，因为他属于华为的设备，这个海底通信也是通信，就和 5G 受到的这个质疑一样，是担心他对这个通信的安全有效性啊，还有这个是不是偷窥隐私啊，偷窃数据，会不会做这种事儿？所以呢，就是对他有一些限制。这个华为呢，也我认为他把它转让给华通，亨通光电，也可能是出于这方面考虑。看，不是我华为的公司了，我只是参股了，公司转让给亨通光电了。但我们知道，这种公司呢，像华为这种超级国企，打着民企的名义哈，超级国企、超级军企，它哪怕只有1%的股份，或者是哪怕1分股份都没有，它都能控制和它合作的或者是有关联的企业，因为这是由中国的这个政体、国体，中共的这种管理体制来决定的。它只要是能有一点搭连，它就可以以行政、以这种中共的这种暴政专制来命令你这个公司配合做什么什么事情。所以呢，只有20%股份也是不信任的。所以美国提醒这几个国家要小心，哪怕他报价的低。果然这个在招标的时候，华为海洋就报了一个低价，低了多少呢？低了20%。这个项目呢，是由是由这个国际贷款进行支持的。我看一下哪一个贷款机构啊？这个其实也不重要，就是说是它是由这个国际的这个资金保障，所以呢资金没有问题。但是资金没有问题能省钱还是好事啊，它要低20%。但是在安全方面呢，有美国提醒，确实这几个招标的国家，密克罗西亚、这个瑙鲁啊，也确实在思量这个事儿。对美国的建议呢，也没有明确表示
用还是不用，一个是价格低，技术还可以，同时呢背后有中国这个政府这种强力推荐。另一方面呢，美国呢又说不安全，也确实担心这方面，但是这几个小国家也想，安全不安全其实跟我无关，我又不是有多少这个战略价值，多少这个核心利益值得中国去偷窃，但美国的意见不得不考虑，确实这个不安全的网络对美国影响大，而且它是世界通信的一部分，难保以后从这里为切入点，影响整个世界通信安全，美国的意见也不得不考虑。同时个人的这个本国的一些数据泄露也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也在纠结之中。这几个新闻我们报完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巨大的不信任。当然美国一直对俄罗斯充满不信任，总感觉俄罗斯除了冷战之外，明枪之外还有暗箭，经常做一些这个在不知道哪个角度匪夷所思的一些攻击和恶意。中国呢现在是一个代替俄罗斯的更加现实的一个威胁，特别是川普政府认为。信任这个东西呢非常重要。美国呢并没有拿出中国确实参与这些网络，提供这些设备一定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偷窃美国技术和数据的证据。但是它已经形成了这种印象。你想，就是你如果要是对某个人总是形成一个印象，他总是小偷小摸，畏畏缩缩，然后做事不坦荡，经常跟在别人后面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然后他所经之处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利益损失，至于说话不算数，做事不靠谱，这个小偷小摸偷鸡摸狗的事情更是经常来做。虽然这一次没有发现证据，但是他和你凑过来要做什么事儿，你是不是应该提高一下警惕啊？他在你后面又有所动作，你是不是担心这个会不会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啊？这肯定的，人之常情，国家也是这样，国家也是由人组成的，也是考虑国与国之间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国际协议遵守的少，签的多，遵守的少，总是找出各种方式，不顾颜面，不顾国家的尊严，这个做了很多这个小人的卑鄙之事。比方说，这个陆氏之后的协议不遵守，这个香港中英联合声明不遵守，知识产权不保护，技术能偷就偷，能摸就摸，现在又爆出来实锤的中国在居然在上海所有是不是所有是西方6家还是10家领馆所有的这个都有中共党员在潜伏，是外国使领馆外交部不知道的他是党员身份。同时中国好多这个外国驻中国使领馆中方员工表示他们去应聘到外国使领馆工作，很多都是有政府的任务，不一定非得是间谍，但是政府可能会私下找他给他谈，你去那儿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啊，要及时给党汇报啊，这个都是有任务的。这些事情都爆出来，你说怎么信任你？怎么信任你中共这个政权？疫苗也是吹吹嘘嘘，到现在毫无进展。病毒来源、病毒这个事件，你造的啊，你不承认，
从这个医学病毒学专家那儿也没有实锤，也没有一定能证明是跟你的实验室有关，但是扩散这一点从逻辑上推理，你是有至少是有重大的这种国家管理责任的。想过去查查吧，推三阻四，就是不让去。终于让去了吧，还是大家高度怀疑与你有苟且之事的这个世卫组织派了几个专家去了，去了还不去武汉，在北京逛一圈，看看资料，聊聊天，走一走，转一转，像旅游一样就走了，回来了。现在还是让去吧，还是不让去。而且呢，谁说要调查追责呢？就打谁。你澳大利亚跟着美国喊得响，美国他打不起啊，他不敢打啊，就逮着这个澳大利亚使劲。今天进这个，明天进那个，这个光明磊落。什么叫光明磊落？光明就是能见得了光，不藏藏掖掖，这才叫光明。磊落，什么叫磊落？说话不支支吾吾，坦坦荡荡，有一是一，明确，很明确，态度言辞都很明确，这才叫磊落。中国离着光明磊落四个字有十万八千里，做事倒是小人长戚戚的那个样子。形成这么个印象，你还想再参与啊国际事务，人家为什么不防着你啊？同时出了这个问题，被黑客偷窥了，那个感觉电力设备有可能用你的不安全了，网络用你的不安全了，别人的用你的电海底电缆也得相互提个醒，感觉不安全了，很正常啊，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我也是，比方说我出去买个东西，到一个市场，这种农贸市场可能价格有高有低，但是我从那里，从那个摊主那儿买过一次东西，虽然看他形象不好，但是呢，感觉蔬菜不错。水果挺好，价格还便宜，他说话又客气啊，然后呢双方交流也不错啊，就买了一次苹果，发现外边不错，回去看里边是烂的啊。上次找他有一番解释，我也认可啊，他也不知道，他也被蒙蔽了。下次又从他那又买了一个蔬菜，发现回去发现不对，这个味道和别人家不一样啊，好像是添了这个防腐剂啊，做了另类处理。又找他又说了，我经过两次之后我就不会再去买它了，再经过他的摊儿，再和别人旁边进行思量，我就得考虑它的价格是低，但是再低没有意义，回去没法吃，最低的可能是最贵的，免费的那要吃大亏的。同样一个人每次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你再出问题一定怀疑，首先怀疑的就是他，可完全可以理解。所以中共政权这种做派必然没法在这个世界丛林之中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伙伴，不说对你多么敌视，就以上这些现象真的可以构成与你脱钩，对你防范重建供应链产业链的这一个基本要素。就这几个新闻有一点小看法，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嘞，拜拜。